啊，你都几啊年噶话，即系又空气又好，身体又好。我话你自留运我啊，我差唔多吧，运十日都运死我啊。呢间屋一草一木，一砖一石，真系都有我同我老豆嘅汗同血响度。千辛万苦咧，揾到一个斗口，以为咧系永远乡村屋嚟嘅，永远嘅。元朗石岗住咗500人嘅菜园村，由于广深港高速铁路嘅兴建而面临清拆，喺度住咗几十年嘅村民，最迟2010年底就要搬走。坐啊，官！我哋唔系想上楼啊，我哋系唔想搬，啱唔啱啊？呢条散村唔系叫散村，系叫做团结合力村。我哋嚟拍一个爱的掌声啊！菜园村唔系原居民村，但系好多村民自细就喺度长大，喺度生活。咁呢個地方咧有咩作用咧？即係話咧呢個申訴，佢同我哋申訴有咩作用咧？高春香以前做社工嗰陣，幫過唔少臨屋居民爭取上樓。佢諗唔到十幾年後要再度出山，幫自己條村爭取不遷不拆。即係拖一次就三個月，拖兩次就六個月到啦，得唔得？我哋未有條頸領嗰啲人咁叻，同佢打到十年官司。我哋要好清楚咁樣表明自己嘅立場。我哋一定唔会搬，唔会拆。如果我哋要一定要收我哋嘅地嘅话，一定要搞好耐嘅。咁好多我哋嘅第一代嘅村民，佢哋都系耕作嘅。而呢个耕作嘅过程咧，就唔系我哋睇得咁轻松咯。一来个地系山地嚟嘅，佢哋要好好地将啲石搬晒佢，然后先可以变成一个泥地。而我哋嘅土地啱啱就喺两条河嘅中间，所以我哋每一年咧都要受到夏季嘅时候咧，都系有呢个雨灾。一定要明白佢哋对土地嗰种珍惜同埋拥护权咯。如果冇咗土地，佢哋就知道系冇咗佢嘅家，同埋冇咗佢嘅仔女。嗱，你逐棵讲唔掂啊，百几棵吓。有人种龙眼咁样种我噶，喺石罅种龙眼嘅，好多人同我影相。咁我就话佢仲犀利过刘德华，点犀利过刘德华？嗰啲人嚟到咧，觉得有啲龙眼喺石。你想 keep 住咁嘅生活，咁嘅友情邻舍，四代情。由细细棵种到啲树，到佢大扎果，嗰种情感。咁而家中央公园大把大树啊，我对住佢咪有树咯，但对住我啲树又唔同噶喎，系咪？何解消失得那般飞快无坏，尘旧录影带将一切。都开解，告诉我今天有什么，想不起太多。告诉我冬天漂亮么？没有寒风降雪怎生火？告诉我出生快乐么？没有假多么坎坷。剩余回忆中欣赏去寻找。粤港之间近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广深港高速铁路由广州到深圳一段已经接近完工，预计出年就会启用。至于香港的一段，会由深圳经落马洲、元朗直达西九龙，预计到2014年全线通车之后，由广州到香港全程只需要48分钟。香港的一段铁路而家仲在设计阶段，工程虽然主要是在地底钻挖兴建，但是就会在元朗石岗起车厂和紧急救援站。
选址正好就是在菜园村这里。政府冇同我哋傾，一路都唔去面對呢個問題，一路都淨係講緊鐵路係好需要，鐵路係好需要，但係人嘅生活同埋我哋即係話村民嘅命都係好重要嘅，這個係應該係擺埋一齊嘅咯。嗱，呢度敲住啲攬巴，一路上，一路上都有攬巴噶，啊，間間都有噶，間間都有嗰啲攬巴敲住嘅。诶，咁样连厕所都有嘅，诶，咁样，即系咧，我哋咧初初系知道系佢啊，嗰系嗰班衰嘢咧，我又几大都唔俾佢入噶啦，你打我死我都唔俾佢入，诶，咁样，诶，入到嚟俾你扮烂，又喺出边呢度嗰度又贴咧，周围贴，我老豆真系五七年嚟香港，我阿嫲咧就六二。又咁樣喺度生根嘅，做到今時今日，因為咁樣咯，即係佢我老豆我阿嫲留翻啲一啲地，即係而家我做嘅賺嘅嗰啲錢，冚唪唥攰曬呢度，用曬啲屋，為了嗰啲細路，咪冚唪唥抌曬呢度，咪即係而家咪即係一無所有。菜园村的六十几户里面，只有五户的房屋是政府承认的永久房屋，其余的就只是有临时屋牌。政府为了杜绝有人在新界农地或者政府用地僭建房屋，所以在1982年进行划一登记，对在农地上起的平房发一个临时屋牌。政策默许有临时屋牌的村民可以在寮屋继续居住，不过就不准转让，清拆嗰阵亦都得不到任何赔偿。撑叔嗰一间亦都冇得赔。最主要咧就香港政府嗰啲官员咧就系听新界我哋社工村民嗰啲民意，最主要呢条就唔好采取话英国政府嗰啲嗰套，啊，即系咁样。又话僭建，又话非法僭建，又话冇屋牌，又冇屋牌，人哋嘅物业嚟噶嘛？我哋唔系唔俾铁路去兴建，我哋亦都冇权，因为如果我哋可以嘅话，真系讲紧系螳臂挡车嘅啫。铁路系为整体香港好嘅，全部人都会赞成噶啦。我哋都系人，系香港人，我哋都会赞成。但系起铁路系咪一定要拆民居呢？系起铁路嘅修车厂系咪一定要喺呢个位置？可唔可以同西铁摆埋一齐呢？太多可能性。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嘅工程，去年四月由行政长官拍板，港铁公司负责设计。刊宪前六个月，港铁公司同政府向六个区议会同三个乡市委员会提交过资料做咨询。乡市委员会同元朗区议会曾经以铁路会影响完善丁屋发展权做理由提出反对，但是咨询文件里面对菜园村这条非原居民村的迁拆就只字未提。因为第一个阶段其实是一个广泛性的，就是一对整条铁路，我刚才讲过那个效益啦，佢個大約個走向係點樣啦？佢個設施啦，有啲邊嘢設施啦？譬如有幾多個站啊，或者邊度有救援站啊？啊，呢啲嘅即係呢啲咁嘅大規模啲嘅涉及大問題啲嘅諮詢，到刊咗憲之後咧，一刊憲啦，即係確實咗嗰個走線係點樣啦。然後咧，受影響嗰啲人咧就有機會再同我哋反映嘅意見啦。嗰個係第二個階段嚟嘅。我哋希望盡量佢哋呢段時間嚟講係俾機會我哋啲同事係有機會同我哋傾啦。等他们的意见可以反映到，我们才能够针对到每一户他本身遇到的问题去解决的。单港市区的重建可以做三年的咨询，使用少过100亿的所有项目都是三年的咨询，但这条高铁使用是400亿、影响有人会拆屋的，我们的咨询是不足三个月。受工程影响的居民只是得刊宪后的两个月法定反对期向当局表达意见。高春香觉得这个做法对住在这里几十年的居民很不公平。
他哋好忽視，睇唔到呢個區有咁多老人咧。我諗喺為政者一個好失策嘅地方，即係話佢哋年紀咁大，當你要決定嘅時候，如果呢個係唯一嘅方法，你更加應該諮詢，更加要喺呢個前提上面解決咗佢哋，你先去行呢一步。元朗菜园村的村民对政府收地清拆他们的家园事前咨询不足表示不满，几个月来举办一连串的活动希望引起社会关注，为了筹募活动经费，各家各户连自己的农作物都拿出来义卖。在这里买东西支持啊，我们的人嘛，是啊，好朋友去支持是吧。我两个种菜哇，种菜啊，佢有咁多细路哥，我有咁多细路哥，大家十年咯，大家一齐齐治嘛，五十年咯。菜园村贴近石岗机场，机场附近有一大片农地属于原居民所有，而喺村嘅东南面有一个占地超过300万平方尺嘅货柜场同埋汤车场。东北面亦都有一块荒废咗超过10年嘅烂地。研究运输交通嘅学者于是质疑：高铁车厂嘅选址点解偏偏要拣喺菜园村呢？佢系喺条主线嗰度走咗一条嘅，你可以讲系支路出嚟。呢条支路根本就唔系行车噶嘛，你要知道，佢攞嚟等车。我哋咧係做一啲嘅後勤嘅嘢，咁所以即係佢基本上佢彎過嚟菜園村又得，可能即係唔掂到條村嘅，亦都有可能。義賣當日，洪永達應村民嘅要求到菜園村視察環境，提供意見。因為呢個官地嚟㗎啦，即係喺官地上面嘅屋。我覺得佢哋去要求係喺附近有個嘅居所，政府提供翻一個居所俾佢，呢個係好合理嘅。亦都佢哋要求最好就係政府咧，就係、是、去到即係、就是、另一個較為係雜亂無章嘅一個地方啊，即係嗰度個空間亦都係有相同咁大一啲咁嘅地方。咁呢個亦都係合情合理嘅。我相信即係、就是、大家喺社會裏面咧，除咗講法例之外咧，都要做法咧，要一個合情合理，而社會咧達到一個和諧。咁如果你係夾硬嚟嘅，咁嚇、啊、你可以喺警員去做一啲咁樣嘅不愉快嘅事件，咁但係咧，對於政府嚟講咧，形象亦都會受損。唔係，我呢度 set 咗啲嘢，咁就可以睇下咧，點樣可以擺到其他位咧，係可以喐到最少人咁樣樣，電腦有啦。港大地理系嘅梁啟智將菜園村同附近環境嘅資料輸入電腦，然後分析，希望幫村民提出一啲反建議俾政府考慮。菜園村呢一度，咁我指俾你睇啦，順便。咁呢條係馬路嚟嘅，咁你個菜站就喺呢一度啦。咁我而家就諗緊有乜辦法可以俾曬啲千幾米佢，同時佢又起到車廠，但係同時又唔使拆你啲樓咧。OK， 而家就諗緊有冇啲咁嘅方法。第一個方案咧，就其實就係喐，就是、改少少嘅啫，就係、是、用呢一度嗰堆爛地，即係嗰啲咩建築嗰啲天晴嗰堆位。第二個可能咧就係、是我發覺咧喺石崗機場下面呢一度其實有笪地嘅。第三個可能咧就再遠啲嘅。其實呢個肯定係一個不公平嘅遊戲嚟嘅，即係話政府會掌握大量嘅資源啦，咁無論係呢個信息嗰方面、人力嗰方面、技術嗰方面，全部都一定係做到最好嘅。咁你要同政府玩嘅話咧，你一定要即係同佢與時並進先得。菜园村的村民很多都上了年纪，高妈妈在这里住了50多年，她有6个仔女，一向靠务农为生。当然不做就头晕了，做下精神啊，做下有有运动的，有低头嘛。个个啲人都话好犀利喎，又养大咁多仔女，又供我3个大学生，住咗几十年唔舍得走，政府收我噶，咁俾一间房仔嚟运死我，运只鸡咁样。
南大爷收了我，我生活冇剩，一仔女几幼儿又一个家庭嘛，系咪？今日我自己做得多，唔使佢负担咁重嘛，系咪？快啲啦，饮茶。好多人啊，哎，你老公门啦、啊。我话哎呀，我行得咯，行得走得，我自力更生，自己做啊，自己使，唔知几好。你个个去向政府攞，政府边度咁多份？八千不错，八千不错，八半不二。三个礼拜前，虽然已经过咗法定反对期，但系菜园村嘅一班村民仍然约见运输部门。希望政府重新考虑高铁车厂的选址。我住到五六十年啦，希望你唔好拆我间屋，唔好收我嗰啲地。OK， 好。即系我哋住到几廿年，而家八十几岁去边度啊？咩无家好贵好凄凉咁啊！哎呀，我哋可以安置你实楼。好啦，好啦，多谢。Okay. 我哋要上屋啦，上楼。最唔满意嘅系，当我哋一个八十岁嘅老人家同佢讲：，你唔好拆我啦！我唔明白个官点解，我唔想上楼啊！我嘅官话：，我要安排你上楼。我觉得佢唔好唔尊重我哋，即系唔单止系唔尊重啦，系根本扮演唔到一个官嘅角色啊！我睇清楚个文件系以影响私人土地最少为原则，乜嘢道理咧？呢个系到底系乜嘢道理咧？啊，喺工程范围许可之下咧。我哋對居民對社區的影響減到最細，呢一個係大原則嚟嘅。即係話咧，我哋不論喺市區又好，喺新界都好咧，我哋都係咁做嘅。收私人土地都係裏邊其中一個因素，因為所以私人土地裏邊都講緊可能唔同嘅地啦，因為有啲係屋地啦，有啲係農地啦，有啲係或者係有啲係可能佢有好多嘅耕作啊，或者係經濟作物啊，一啲咁嘅嘢。咁所以咧。你涉及收地裏面咧，一定都係影響上屋嘅人嘅。其實係我強調一樣嘢啦。喺工程做得到嘅話咧，政府都會做嘅。因為我哋正如我哋所講咧，我哋其實唔係想製造一啲麻煩俾啲居民，亦都唔係製造一啲麻煩俾自己噶嘛。係啦，係啦。究竟設計鐵路嗰陣選址係以乜嘢做原則嘅呢？我哋嘅記者攞住學者建議嘅三個方案向港鐵查詢，對方話。他们一早已经有全盘考虑。我们整条走线呢，第一我们要考虑到跟内地段的接驳位置啦，我们也都考虑到其他的因素啦，譬如需要马路接驳啦，需要考虑救援啦，需要考虑地质下面的情况啦，地理环境方面啦，不是只是考虑到有多少间屋需要我们清拆的，我们要考虑一篮子的因素在内，平衡各方面的考虑才可以。咁可能部分市民咧，佢哋提議嘅方案咧，佢哋未必考慮到各樣嘢嘅因素在內，但我哋咧就會無論點樣，我哋都會將佢每一個建議咧都會仔細研究。但我哋研究最後嘅結果咧，就發覺原來佢哋嘅建議咧，對當區嚟講，當係考慮到其他嘅因素在內咧，係影響更大嘅。所以最後咧，我哋都選擇翻我哋最初嘅方案，認為呢個影響咧係比較細小。即係搞咗呢居民咧。是很多次向運輸局要求看到底你收那麼多地愛來做什麼呢，到底那個側線或者維修設施的樣子是怎樣的呢，它要實際佔的土地是多少呢，有沒有一些土地是不需要收的，跟住你又收多了呢，因為市民根本完全沒有這方面的資料，所以都無從去，就算我有一些工程師的朋友，我都沒辦法找他們去幫我手去看看是不是恰當啊，這個做法即是多謝這麼多位議員呢就幫我們手咯，以下呢我們會就著我們的問題。兩個星期前高春香和村民去立法會議員申訴部向議員陳情，一直關注事件的朱海迪亦都提醒政府應該從村民角度重新考慮遷拆菜園村的決定是不是合理，與其是用一種業權的準則去揀一個地方什麼叫可以起公共設施，什麼叫那些人可以犧牲的話呢，我們應該回到一個比較人道的原則，就是說我們這個工程遷拆
到底是不是會令到人哋無家可歸呢？是不是會令到人哋幾十年的家園冇咗呢？所以我哋希望訂立一個最少遷拆民居的選址原則，希望政府聽到一個訊息或者一個聲音，就是話不要以為即係隨便俾間屋我哋住，或者好似邱成武咁講，我俾你上樓，唔好以為上樓係大曬咯。上樓唔可以解決到我哋嘅心理問題嘅，唔可以解決到我哋嘅根嘅問題嘅。菜園村嘅村民喺出年年底之前就要全部搬出。政府一向強調以民為本，所謂以民為本，首要係用心聆聽。而要社会达至和谐，官民有充分的沟通是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何解消失得跟着饼是东张西望，曾够录影带将一切都开解，告诉我今天有什么，想不起太多。